个是咱们的包装所有的配件，这个表呢是咱们需要内购的啊，消费者里面可以配合这个机台一起。然后我们现在进行安装的话，首先我们第一步是要把这个条固定起来的，找到这个对应点，这个点在这里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在这孔，这个螺丝翻起来。这个把它装好固定紧啊，装好的效果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我们再包这个袋子里面，拿到这个螺钉，跟这个地方对接，就拿个对应的扳手，放在这个上面。我们在没放之前，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打开，这个套要打开，这个套然后找到这个里面有孔的这个柱子，这有孔，然后呢打开之后再将这个组件放上来，就在这个口上面对起来，装起来。这扳手一锁紧，然后我们装传感器，将这个这么大的螺钉放在这里面，然后这个传感器从下面装，这个我先放这里。然后我们固定一下这个测力器，测力器呢拿相应的螺丝从背面装起来，装在这个孔里面，这四个孔。OK， 好了，这个选上去，还有一个对应的这个也很，停在最上面。这个是夹具，这个夹具有用得上的话就做这个夹具，用不上的话可以硬装其他夹具。完毕。